来到了大使馆吃饭的话，一定要点这个台湾香肠。这个香肠是独一无二的，独一无二。嗯，而且哦，如果你懂得吃的话，在洛杉矶吃过很多台湾香肠的话，你到每个地方吃都是同一个味道。是，这个呢完全是不同味道，让你魂萦梦牵呐。不是，其实最主要所有的店都是从他这边批发去的、啊、是吗？是、啊、那也是心理作用咯。对，但是真正好吃的原汁原味只有在大使馆里头。是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旁边这位香肠贝香肠博，是因为你做的就是他的哦。整个你知道华人餐厅里头这个台式香肠啊，嗯啊，我看几乎99.9%都是从他这边做出去的。是哦，所以今天我们实在有口福，我们就带我们的观众朋友先来尝尝原汁原味的原店的原香肠贝，他所做的。所以现场直击，来一二三，干杯！干杯！怎么样？哎，真的就是好吃，有一种很香的那种味道在里面，不知道里面掺了什么，好香哦。对，首先我要问一下这个老板香肠博啊，你的名字就是因为这个香肠而起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以为人家长得像香肠吗？也有一点。可是香肠博，你做这个香肠多久了？差不多20年，来美国就做香肠。就做香肠，当时为什么想了做香肠？对啊。为了儿子要吃，就为儿子、哦、儿子喜欢吃、嗯、所以他吃不了那么多、嗯、是不是他吃不完剩下来就开始卖了，是不是、嗯、真是这样子、啊、是吧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、啊、香肠博啊，吃着香肠应该跟旁边那些东西一起吃，这个蒜对不对，蒜苗哈，各有味道、嗯、啊、哎、蒜苗，你看长辈都懂的，吃配蒜头，哎，这样一口一个吗？一口一个，一口一个。 OK， 那我拿小一点、嗯、很正吗？没有，懂得吃台湾香肠，一定都知道，要么就是蒜苗，对，要么就是大蒜。大蒜，嗯，大厨啊，我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菜，好吧？首先我们来介绍这个菜，好吧？这个是台南讲盐鸡啦，什么鸡？盐鸡，腌的吗？腌的，就是那个名字叫腌鸡啊，就是说那个鸡，嗯，动过手术了，就把那个腌掉啊，这个特别好。其实这个腌鸡哈，钟师傅应该算是一个客家菜，他们的特菜啊，特点菜了。可是，在台湾吃台菜的话，我觉得很多跟客家菜好像都很都差不多，差不多嘛，就是我们台菜、台湾川菜也什么干，台菜都夹掉呀，都夹起来，都会掺在一起。合在一起。对，现在都复合了哈。对，包括这边客家小炒嘛，我一看就知道。这是独门的了，这真正的客家小炒。哦，里面的东西。那别人也有客家小炒啊，你的是特别的。你看采访吃了才知道哈。而且我知道客家小炒里面一定要有豆干。还有鱿鱼，还有肉丝，豆芽、芹菜、韭菜花、韭菜花，还有韭花，小鱼干、虾米、虾米，还有绿竹笋丝，还有绿竹笋，这是最正统的。我们人家都说对了，我敢讲说，我这是最正统的客家料理。这正统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它里面的料种类多，是不是？一定要符合这几样东西包含在里面。开心，我们再看这道菜吧，这道是什么菜呀、啊？我们好熟悉，是不是肉羹啊，还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有肉羹，白菜卤。啊，北菜肉。北菜肉、啊、有什么？有白菜，我知道有白菜，一定有白菜啊。哈、啊哦，有肉羹啊，有蛋酥啊，有木耳，有香菇，白菜哈、哦。OK， 可是已经够好了，我觉得根本就是坐月子吃的，营养太丰富，里面全都有，你觉得？坐月子，而且我最喜欢吃这个蛋酥，没有蛋酥是味道就不一样了。等一下，我们要拿去烧大锅的时候，也就是给你照相的比较好看。OK， 对对对，太好了。所以观众先看他的一个这个照相的景象，待会儿再看我们吃的美相。对。当然，讲起丝瓜来讲啊，很多人啊，蟹黄丝瓜，对，白菜都一定里面，大家也都懂。可是就看你敢不敢，或者是愿不愿意用这个蟹黄，因为比较贵啊。对，你看这就都变成橘色的了。对，就是因为橘色，就代表它料很足啊，对不对？是，所以到这边来吃这个，我觉得真的太值得。值得，蟹黄丝瓜。这道菜我就看不懂了。这我也看不太懂，这一坨是什么啊？这个客家猪手。客家的脚，猪脚吗？哎，猪脚，哎，猪脚，前面那一张猪脚哈，包挂包吃，炸的。这么长的猪脚，这么长猪脚，对，长猪脚，然后这样子，啊，是煮的，不是切断的，没有，啊，它是
浓缩，我们是买不切的，特别特别叫它牛肉不切的，特别叫它整只。那个那个刀一挖呢，它就散了。他一挖就包这个挂包。那怎么这么长会变那么小？要会功夫。他会弯弯起来嘛，一炸蒸他会弯起来的。要蒸。哦，煮了它会缩起来。那一般来讲花多少时间？我那个要问我们大师。你说要煮、要蒸还要炸？对，煮熟。对，煮熟还可以。蒸呢？把油给蒸掉。不是蒸掉，那个蒸好，蒸给它蒸热，蒸热来再炸。大做的挂包真的是，这有好几种吃法，也可以烤米刷的，烤米刷就不炸，还有烤那个笋瓜，有三种吃法。哦、三种吃法。哎、嗯，三种吃法，我们今天只吃四这种吃法。那我有一个问题了，会不会没有味道？绝对有味道。这一看就好像很有烟。哦，好吧，我懂了。吃挂包就用炸的，哎、然后要吃控肉配笋干就用卤的，哎、就不炸了。哎、三吃。还有那个夹米刷，那个也是白的，用米刷烤的也可以。哦，面线。啊、哎哎哎哎，有三种吃法。哦，哎、好啊，那我们怎么吃呢？现在怎么好不好？可以啊，怎么吃吧？就把它倒开来哈。我对它就非常陌生，都不懂得从哪里下手，而且不敢下手。多人没有挂回来哈、哦，哦，就剥开来。肉的其实有点像削肉那种哈，对不对？差不多。对。这个还你没有做。而且它很软呢。挂包拿去。哇，结果很软。OK， 拿一个挂包。夹住就好啊。然后夹住。夹住，然后看你要吃多少肉就夹多少。是不是要放点其他的什么酱啊、粉的？这花生粉是干嘛的？可以放这个里面。哦，就是放这里头的。哦，就是。放可以不放。就是像标准挂包里面都要撒一点这个，对，挂包要，对。那还是不是也有酸菜呢？它有要放那个海鲜酱，啊，放那个酱。哦，来来来来来，沾一下海鲜酱。这个我在前面独创的。哦，这看起来我就是我在外面就没有看过这道菜，从来没有哎，是不是在洛杉矶来？在洛杉矶来本店就吃得到啊，真是独一无二哎，所以到真的。这一辈子我也该算是开了洋荤了，我的天哪！这个不会的，这打完了耶，打完进烤箱，真的不同。我赶快。好特别。嗯。所以挂包，挂包它有点绵 Q 绵 Q 的，不会太硬。有的牌子那个根本就，嗯，都没有人爱吃了。对。对对对，而且很多挂包就嚼起来没有感觉，对对对对，软软松松的。因为我们懂嘛，我们要讲说你要买什么样的东西。嗯，而且这里面肉居然有味道哎，我刚才觉得是会不会没有味道，很有味道，很好吃，真的这样做起来香，非常好吃，而且不腻，是吧？一点都不腻。所以要吃原味的就可以不要加这个酱，对。可是重口味加了就更香，更香。哇，好好吃，嗯，好嫩，真的只有在这边大使馆才有，哇。我们还有很多东西的，外面都吃不到。那个都是几十年前以前那个老菜老东西。哇哦！现在都已经失传了。您怀念家乡的口味吗？怀念。想吃点家乡的正宗台菜吗？必须。就来这儿吧，大使馆。真是哇，很棒哎，真的很棒哎。跟我讲的是台菜拌豆，拌桌什么？怎么讲？拌豆就是台湾那个外面那种流水席有没有？请客的那种就是有这种感觉。对，而且啊，吃所有的酒席哈、流水席哈，第一道菜要想什么？就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对，拼盘一定要先上。哇，你们这拼盘真的好漂亮啊！是不是要配点啤酒？对，没错，啤酒。好过瘾哦！真的是好过瘾，这一定要配他们的。我们吃就是吃流水席的那个板豆的板豆，这叫什么头台对不对？拼盘，对，头台拼盘。哇，你们的拼盘种类非常多哎，有什么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？这个介绍这个，这什么肉？红糟吧，红糟肉，嗯，我喜欢，对，喜欢红糟哈。那是泡椒，就是花枝，不，和鱿鱼，鱿鱼啊，墨鱼，不是墨的啊，透抽，这就是我们现场吃的透抽。哇，很大只哎。对，透抽盖起有一个小更多，都不一样，我赶快的这个东西哦。所以是长这样哦。就长这样子哦。哦，这个要蘸这个酱，透出来蘸这个酱。哦，这个酱哦，不一样的。然后这个是笋啊，沙拉的沙拉。哦，那是不是要拌美奶汁？有哦，有。
哇，他一道菜。台湾呢、啊，在吃台湾小吃，就是夜市时候，这个竹笋呢、啊，最受大家欢迎了。对，而且它冰凉冰凉的。美乃滋一定要蘸，对，是不是？哇，你看多讲究。你还吃了碰抽。碰抽。透抽啊、OK， 透抽，那你吃哪一个？我来吃竹笋。好，我们来尝来。那我来吃这个透抽，透抽就沾这个红酱。你看台湾的特别有讲究哈，透抽。透明的透，抽签的抽。哦，透抽是吧？透抽。哎，透抽啦，不好讲对不对？你看台湾的，这个酱真的是画龙点睛。那你们的透抽呢？有时候我吃透抽会揪丁太硬，它一咬即断。对，好吃。就是只有台湾透抽才有，你像这就是功夫，我觉得中式真的是功夫。就好比刚才我们吃那个挂包，挂包一样，那个肉真入口即化。嗯，这个也是一样，透抽也是。对，就不是很硬的嘛。你看我这很重要，就感觉那种老人家没有牙齿也很容易吃下去的。你的这个竹笋怎么样？很棒，这芦笋没有话讲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笋子真的没有话讲，清甜，都是新鲜的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没有去过台湾的，将来去台湾一定要吃这个竹笋哈。对，去过台湾一定知道，他们这种竹笋蘸那个美乃滋，其实受大家欢迎。哦，所以真的这个文化真的是哈，对呀，很厉害。所以啊，真的啊，没有想到哎，在 Temple City 这个，你开店开多久了？这个才开4个月。哇，你知道吗？晚上啊是高朋满座。没问题，你只要来，你看着他们老板啊，跟他们大厨这么亲切的样子，你就知道你再等着，你就会等得很开心，值得。至少你来吃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简直是赚到了，你平常吃不着的，或者很久没吃到的这些台菜，而且是好吃的台菜，是，而且吃了之后就是有回到台湾家乡的感觉。哇，真的是耶。非常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干杯，开心，谢谢。Thank you.